啊，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呢，我们有的同学也看到啊，那么中间我有的时候呢也会来在我们这儿啊来上一上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就画一画这个头啊，这个头像啊，头像内容呢，有的同学想要学习的啊，你可以考虑跟着老师来动一动手来练习练习啊。这个内容呢，难度系数相对来说还有一点大，哎，它有一点点大。啊，不是那种很简单的，你马上就可以掌握的一个点啊。哎，那我们在画之前，你看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先找一找这个什么呢？都找一找啊，这个藤条还有一点沙子还是怎么回事？等一下啊，把这个形呢，我们先找一找啊，这个藤条不怎么行，感觉。换一个，换一个，换了一个啊，好，哎，我换哪儿来了？啊，这儿啊，看到这个头型啊，看一下啊，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先怎么样呢？从大的这个形去入手啊，你整个头型的这种感觉啊，哎，你先去找一找。这一会儿呢，不要太着急着去画那个五官的一些细节的这个内容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刚开始接触绘画或者是接触这个头像的素描这同学呢，可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呢？一开始就喜欢去画到这个局部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步呢，尽量的少去看啊，少去看一些局部，先看到这个整的。整个一个大的这个感觉上面来，整的一个感觉上面啊，这个头型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先找一找。啊，好久没有看到，对对对啊，好，丽丽，丽丽，也是上课很久没有上好，大家好啊，我们有的同学这个。来了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跟着一起动一动手，练习练习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先看一看啊，也可以先看一看，观察观察啊。你要不要包括我怎么样去起形的，对吧？哎，这东西呢，它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啊。这个思路啊，在这里呢，这个就要体现得更加多一点点啊。下次什么时候再上课呀？下次我也不知道啊。啊，这个我上课时间他也没有定啊，也不确定是哪一天啊，所以呢，下次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啊。好，看一下眼睛、鼻子、五官的这些位置啊，大概量一量啊。啊，要教这一期的头像吗？好像是的啊，好像是的啊。给你画画可以啊，画这个是可以的。这个还是可以啊，但是画的时候呢，你这个自己这个照片，你得要把它给弄过来这我是没有照片的，也画不了啊，对不对？好，我们把眼睛这个整一整我画呢，下一期这个头像好像是我来上刀尖好，那刀尖呢也好久没有，就是在课堂上也好久没看到了因为我现在这个给他们那个 VIP 的上一期那个 VIP 的那个课讲的是，速写速写那课呢上的也有好长一段时间还有那个静物也上过一期所以这个课的这个公开课呢基本上我就没怎么上了公开课这个就上的少了好，美工，是结构关系，这个就跟上来画一画可能你现在有的同学这个对于素描或者头像还不是太了解的话呢，现在我画这东西呢还有一点点，莫名其妙刚来呀。好，欢迎你，欢迎欢迎啊，欢迎这个来听课的这些同学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鼻子的这个结构关系找一找啊，那找一找，不要着急着去塑造啊。你看到我怎么画呢？我就是先把这个关系先画一画，我也不管那个局部长什么样子啊，因为我现在呢重点也没有在那个上面啊，我们就把这个大的这个亮面、暗面，哎，这个关系。好，大家好啊。好多同学都出现了呀，好多同学，一下子蹦出来好多熟悉的面孔啊，哎，看看，丽丽，您这个也是好久，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课堂上面碰过了啊，嘴唇的位置。先呢也画的弱一点啊，有这个结构啊，大眼睛上 VIP，那可以啊，那我当然欢迎啊，VIP 的话，你们其实也能够再又去把自己的这个思路又重新去调整清楚一点啊。作画呢，其实没有别的啊。你有时候说这个画着画着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啊，就迷糊了，对吧？其实呢，把这个思路重新去理一理，你慢慢的这个又清楚一点啊，不要画的没有思路了啊。当然这个是正常的啊，有时候画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画的他就不知道这个后面该怎么去处理。有的时候呢，你本身也画了一老长一段时间的啊，有点疲劳了，对吧？像做事儿一样的，做的有点疲劳了，你怎么样停一停，可以画一画别的，你的素描或者你画一画色彩，色彩画的多了呢，你画一画素描、速写，对吧？这个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加点不同风格，这要看人呐。有的是刚刚才接触的，讲风格就早了。你比如说你的话呢，你可以试一下，但是那也只有个人呐，个别的同学那就是具体的问题再具体的讲首先，咱们的课是让大部分的同学尤其是这个刚刚才接触绘画、接触这些头像的同学。这个先来了解了解啊，先来掌握这基本知识啊。基本知识掌握了以后呢，再去讲讲这个什么，讲讲这个风格啊，讲讲这些创作呀。对，就是木炭条啊，木炭条，注意穿插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它也不会那么早，你想要，你们有这个基础好一点的，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多做一点的时候呢。其他同学他还跟不上青金公司外国老人呢，对对对，那也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可以，但是那种丽丽你说那个那种的话呢，人会就是基础，很多的基础达不到那个要求不然开出来呢，就是最基本的这些东西还是得要有最基本的这东西呢。还是要知道了以后再来画，这个就不一样你首先就去画那样的风格的东西，这有点吃力会更加迷茫的好，我把这一边我把这一边呢稍微做的虚一点点就是这边，为什么？因为这一边呢实际上是一个有光影的一个效果，对吧？右边脸呢亮一点，左边脸呢。这个面积暗面积大一点，所以呢，我就把左边的这边稍微画的虚一点点，就等于这个脸型和这个背景呢稍微融一下这就是风格，这个慢慢就来一点点了好，实际上呢，我这一步呢也已经怎么样呢？把这个形和大的黑白光影关系已经画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画的这个具体一点头像也不是好人毕业的，但是不一定有这个得要看啊。这现在没有这个打算现在还没有这种打算在这里，得要等时机
有了你也不着急嘛，你有时候把这个基础再弄得更加的这个扎实一点了以后，我们再来讲讲啊，哎，讲讲这个不一样，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呢，头顶稍微弱一点没关系啊，把整个脸型看到吗？现在我就把整个脸型就确定了啊，整个脸型也就是头部的形状我就确定了，然后呢？这个叙事关系也大体上确定的啊，在肯伯利曼很好啊，伯利曼能搞懂的话，这个画人呐、啊，这个效果它就会好很多啊。好，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什么来着？这个动态啊，我画的稍微好像斜多了一点啊，不过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这个动态稍微画的夸张一点也没什么啊，因为咱们画画呢，有时候也比较的这个什么呢，也比较的这个，主观啊，也不是绝对啊。你有时候画的大了一点，那就大一点呗，就是我画的这个动态大一点，是吧？大就大一点，也不会太影响。好，拿纸巾呢稍微揉一下，揉一下，然后呢，你的笔要拿出来了啊，哦。等一下啊，我这个笔呢忘削了，等一下我把笔削一下啊。Lily 呢，你那个其实呢画的基础还不错啊，这个确实需要把这个伯里曼这些理解的东西啊再多加深一点啊，印象呢后面会提高的就很快了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又提升很多了啊，相比较那个。夏天来讲的话啊，夏天那会儿还，因为那画是油画，素描的话呢，也有一点形还不太准啊。现在我觉得应该就怎么样呢？应该会要好很多了啊。你看，整体坚持了啊，这就不一样啊。所有图的临摹那挺好的啊，重点也是理解啊，重点也是理解。好，我放大一点点啊，放大一点点啊，好像有点感觉了，那也不错呀。往这一层被苹果虐哭了，被苹果虐哭算什么？达芬奇还要被鸡蛋给搞得晕头转向的这个。好，我们先从这个眼睛开始啊，从这个眼睛开始，注意，从这个眼睛把眼皮、眼珠子，眼珠子这个形状把它画好，眼皮呢？有一点虚实感啊，注意外眼角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眼睛的这个形状呢，有一点点侧，眼珠子这个动态感要出来啊，哇哦，最旺啊，最旺，我感觉我是很久都没有碰到了样的呢，最旺现在在忙活什么呀？最旺感觉总是比较忙啊。感觉他们很厉害。那当然，你看 Lily 这个画的还挺好的啊。Lily 画的挺不错，最旺也还画的也挺不错的啊。虽然好久没见到了啊。我说了不理你吗？我有说过这个话吗？你肯定是要。很久没跟我打招呼，要找一个借口，是不是？水彩啊，水彩，哦，对，你还画了水彩在那里啊？怎么样呢？现在水彩是在外面去写生还是怎么着？好，注意把眼珠子画得稍微强一点点啊，眼珠子的形状，不要抠得很死啊，不要抠得很死。好，然后呢，把这里边稍微揉一揉啊，揉擦揉擦啊。现在呢，我们就稍微做的明确一下，注意高光的地方呢留出来啊，注意高光把它预留好啊，所以你得要细致、细心一点点，细心一点点啊。那纸巾揉擦，注意眼角虚过来一点点啊，眼角虚过来一点点。大陈老师，大陈老师，
好，把这个眼皮的这个暗部，哎，这里有个灰调的，轻轻的蹭一蹭，虚一点点啊，这个眼皮这个地方虚一点点啊，不要画得很实啊，不要画得很实。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体块啊，这个地方，哇，你这是画的水呀，啊。对吧？你这个形，怎么这两个这个形，这个整得这么难看呢？这个稍微做舒服一点的吧，一个形，上面那个嘴角的形画的稍微跑了一点点，下面那个形，这个整体看着不是在协调啊。啊，看微信，我很少上微信的，我跟你说。其实我不太爱上微信的，啊，回头看一下，现在我也看不了，好不好？啊，现在我怎么看？好，把眼珠子的这个位置正好，好，这里的眼睫毛呢，虚一点点的带一下啊，虚一点点带一带。好，然后呢，我们把下眼皮这个受光、背光的地方画出来。注意啊，受光、背光是两个事儿，两码事儿啊。拿纸巾蹭一蹭啊，注意虚实啊，注意虚实。哎，虚实也有。哇，你们画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我看不到？嗯，为什么我看不到？好，注意看到，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眼睛这一块的这个珠子这一块啊，眼珠子这一块的感觉呢，就稍微带了一下啊。啊，当然这个没完成啊，还没有完成。好，然后呢，我们把上眼皮的那个双眼皮的这个感觉找一找。啊，双眼皮，不要抠啊，不要抠，看形状。啊，其实呢，我现在也是在带了一下那个高考的啊，高考的学生们也是在画这种头像的，现在啊，有的这画的这可费劲了，也是啊，怎么也理解不了啊，刚刚才讲完这些东西，他们也理解不了啊，画的别人，难不成你还画的自己啊？你当画别人呢？好，注意看呢。哎，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就明确了一下啊，明确了一下。哎，你画图我都看不到啊，你画图我看不出来呀。好，哎，这个眼珠子，这是眼袋啊，和下眼睑部分，轻轻的画一画。高考画头像太累了呀，那没有办法嘛。你要参加考试，你不累一点怎么行呢？你不累一点怎么考得过别人呢？啊，他们把照片都拍得很奇怪，你说谁把照片拍得很奇怪？你刚才画的那两个人吗？啊，你刚才画的那两个人，你说他们把照片拍得很奇怪？好，所以这个脸上调子不宜多啊，脸上这个调子不宜多，哎，暑假那份啊，差不多啦，差不多，但是画已经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自己都没在了，因为我另外有一个朋友也开了这种线下的培训啊，好，注意看到眉毛啊，眉毛的形状整一整，注意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啊，素描啊，觉得速写和静物素描好啊，这个都可以啊，这个没有谁好谁坏的这个区别啊。哎，都是一回事儿啊，画得好都好。
对不对？它这个没有高低的区别啊，只有风格啊，的这个区别。好，哎，眉毛啊，淡淡的弄一下啊，期待呀，那没办法啊，我自己都找不，都很少去啊，基本上没怎么去过他那边啊。好，我们把这一边，哎，这边眼睛已经整完了，那就画什么呢？画左边，看到没有？画的亮一点啊，注意高光一定要抠得明显。有的人画完之后，这个眼珠子这个高光没有了呀，所以就会感觉到这个眼睛很没有神采，对吧？尤其是这种女孩子，亮一点点这种高光的这种感觉啊，卡呀，卡就我也没有办法啊，卡我也没有办法呀。卡的话呢，要么重新退出来试一试啊。有的时候呢，是咱们同学们这个，这个网络的一个原因啊。好，哎，注意这个地方稍微凹下来一点点，这个地方。好，这根要填的，那确实啊，那我也好多坑要填。也有好多嘞，不止一点点，这个很顺畅啊，那就是我们有的这个网速不是特别好啊，高光眼睛高光也不是啊，也不是绝对需要，这个看什么情况啊，像这样的光源影响下面它可以有。有的呢也要看人，哎，老年人呢一般就很少有这个高光，年轻女孩子这个就会多一点啊，就会亮一点点，小孩也可以亮一点啊，所以呢，我们有的这个同学看啊，或者是要看人、看对象啊、看模特，哎，这不是说单纯的他有还是没都有啊，不一定啊，这个不绝对。光线啊，年龄啊，性别啊，这都有一点点的影响啊。对，老年人眼睛就会暗淡的啊，一点都不会画素描啊，一点都不会上素描的话呢，好办呢。咱们这儿不是有那个零基础的那个课吗？零基础的这个入门的基础课啊，你可以从那个入门基础开始练习啊。那教的什么东西呢？你比如说入门基础啊，就会讲这个绘画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定义啊，就比如说讲的高光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这个就我们在这个基础里面就会讲啊，零基础怎么破呀？就我刚不讲的这些，对吧？如果你是零基础同学，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有的就是让大家从零基础开始的课程啊，从完全你不会拿笔开始啊。那么你不会拿笔的时候，我们就教你怎么去拿笔，怎么去认识纸和笔，对不对？先有一个认识啊，有了这个认识啊，然后呢，我们又会有这些概念，绘画里面的这些基本的啊，专业的这个术语，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定义啊，你又怎么样呢？又能够去了解啊。掌握好啊，包括用笔不会用，对吧？那我们就从这个怎么拿笔开始来教大家啊，来教这些零基础的同学怎么样去拿笔，怎么样去画线条，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得来的啊，这个就是零基础啊，零基础的话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很多咱们这个课堂有很多 VIP 同学也是从零基础开始的。慢慢的去掌握到这个复杂的，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这个人物的这种东西里面啊，看不见，看不到的话，重新退出来，重新登录啊，重新登录就行了啊，重新进看到吗？当然这个过程得要耐心一点啊。我们绘画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啊。但老师呢，他也会帮助你啊，去建立起绘画该有的一些习惯。哎，
我们有了这个习惯，就要开始啊。如果你愿意跟着去学习的话啊，那么好习惯呢，就是从一开始就慢慢去养成的啊。这就是实际上也是我在这跟有的这个零基础的啊，零基础的同学讲的一些啊。我们有同学这个有一定的基础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 Lily 同学。最旺同学，这都是有一定基础的同学了啊，所以他们的这个问题画面呢，就跟我们这个零基础的同学他有点不一样啊，他们就是你到了这一个阶段啊，你就可以自然的呢，能够去想更多的这些问题啊，没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有的问题你也看不出来，所以呢，得要坚持。要坚持啊，对，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些零基础的同学能够掌握到绘画的一些知识嘛。好，我们把眼角稍微肯定一下啊，眼角稍微肯定一下啊。最旺这个马屁都拍过来最旺居然还拍上了马屁了，这个，很难得啊。一直以为你是不会这么做的啊。好，注意双眼皮、外眼角的这个形状也看出来啊。哎，看一下双眼皮说点别的啊。好，注意双眼皮。然后呢，这个眼珠子大小我们重新调整一下啊。然后你说的是，谁知道你的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啊？这个，好，我们把眼珠子啊，眼珠子画的精致一点点啊。女孩子的这个眼睛呢，一般都亮起来一下啊。画这个越画越滑稽，我知道呢，我不是让他说点别的吗？哎呀，才说他这个说你好话呢，立马扯到我身上来了他。高光啊，高光啊，几何体越画越滑稽，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是觉得画几何体画的不好看，还是怎么回事？你不会吧？几何体这个东西它并不复杂啊，这个就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知识点好，低调啊，对对对我要低调哼哼。好，眼珠子，看一看眼珠子，双眼皮没有这么亮啊。双眼皮，它这个双眼皮都有点暗啊，说实话啊，所以它的这个厚度啊，要体现出来。白皙，那倒不用了，你好好画，坚持画画就行了。这画画都是自己的事50了，鬼信你的哎呀，都多大的人了？好，有你这句话呢就够了就怕你不坚持你看我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那个画了都。是吧？好久没看到你发过来的这些话了。
好，把这个眼袋啊找出来。啊，最旺哪有？最旺这个都是18岁了，人家说自己多老了一样的。好，揉一揉，揉一揉这个厚度啊。哎，这里呢不要画得太怎么说呢？太平了啊，这个地方它得有体积，体积感呢是我们这个初学同学呢比较欠缺的一点内容啊。好，这里呢稍微也带一点点这个灰调子啊，看到没有？哎，稍微带一点啊，实际上是这个眼袋啊，当然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用这么强啊，不要这么强，我会把它减弱啊。啊，还在用吗？啊，我在用啊，你们还在上课，就是用这个，啊，上课我就是用这个号啊，不过这个号我们有同学加了，有时候老师没有来得及回你的话，因为我有时候还要在别的地方上课啊，我还要上一些这个高考培训的一些课啊，高考培训跟你们画的跟我们现在画这个就不一样啊，这个就。注意一下啊，我们高考的同学，有的同学这个可能也是高考这一块接触过啊，这种呢就跟高考的不一样啊，咱们这个呢可以画的精细一点啊，高考呢有时候就画的就更加的什么呢，注重那个结构基础一点啊，包括我自己在上课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有同学在画这种时候呢，其实思路还是一样的，还是要有形体的意识啊，只是在表达上面呢。更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感受把它加进来一下，有时候高考这东西呢，我们说白一点个人感受基本上是很少的啊，偶尔个别同学能够画出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啊，高分就管小黑屋，那比小黑屋还是好一点啊。对吧？小黑屋没我给没没没有没有笔，你画画呀，这个可以有笔给你来画画的嘛，像我现在教的那些也是一样的他们得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要求程序来做啊，就是作画的步骤这个都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啊，就是死板一点啊，我说再通俗就死板一些，就不是太灵活啊，灵活的呢。那就是已经画得还不错的了，所以呢，这个就不一样啊。咱们现在这个，你看到我画说这个就头发这东西，我就虚啊、实啊，这个处理就很大啊，这个就不一定完全按照那个要求来做高考学生这里，高考学生有吗？这回估计是没有的啊。高二的学生可能能够有，高三的学生应该是没有了，没时间啊，全天都待在这个画室里头画画呢，哪还有时间出来呀，对吧？他要出来玩，拿手机或者是干嘛看了，他估摸着会玩游戏去了，手机都收到上面去了啊，手机都已经被老师给收走了啊，Lily。上一次到我们这个画室里面来看过一回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那些高考生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就你待稍微待久了，你就发现其实他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这个主动性自由主动性基本上就很少然后呢，我们现在那个考试每个月要考试，每一周也有小的考试每一个月呢有大的考试就人数多一点叫大一点的大考，也有这个小考就班级里面组织一下，或者说我来组织一下我们这个本班的一些同学参加一下的，所以这个不一样这每个要求它也不同啊。对，是模式的那就是一个模子我也很直接的告诉咱们的同学为什么呢？因为要出成绩，出量的成绩，不是个人的成绩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同学啊，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处你个人啊，因为这个不用在意其他的各种东西啊。咱们高考呢也是出的什么？出的是量啊，就整个几十号人都要去考学校的是那些量啊，人数的这个量要出得来的，所以呢，那个要求呢，会严一点，就死板一点，严格一点点。所以那种呢，并不是很适合咱们的这些同学啊。哇哦，默默老师现在搞得这么高端，现在都可以扫码了。你看我多长时间没来上过公开课，连这个我也都已经不知道了。这个，我都感觉到我已经有点脱节了啊。都能扫码了。好，注意额头啊，注意额头这个穿插，哎，做一做，做一做这个穿插体块的东西，整一整啊。我是好久没来了啊，那去，没来上公开课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有已经开发出扫码来加东西了啊。对，我是已经很久了啊，警告三了，什么时候蹦出来了这个？这是真好久没见到的啊！好，注意这个明暗交界线和什么呢？和灰面颜色的一个过渡要做的自然啊！哎，这需要什么呢？哎，这需要有一点点技术含量啊！准备去杭州啊？不，准备去杭州学习寒假可以啊！自己去学习这就要抓紧一点啊！杭州的，不过考学的东西，和我现在这种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考学，但这个可以通啊，可以通用啊，我们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思路才是可以通的啊，就是要求上面会不一样所以看到用转折把它。整理一下才蹦出来，看到你蹦出来了灰面带一下这种灰面轻一点点不要画太强的。像这种呢，我们可以画的稍微圆一点点这种肖像画我们这个叫肖像画的话，可以稍微画的圆一点点也有呢，就是我们讲的，刚才我们讲这个高考呢，那个就会要画的硬画的方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区别在好，稍微撑一下，撑一下这个调子是很微妙的你能感到这里有一点点凹下去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这个调子都不是很强，看到没有？微妙一点点，微妙一点点好，练书法了呀，可以考美院，这当然都可以没有说不可以都可以就是要求上面呢有一些侧重好，我们现在眼睛这一块慢慢就差不多出来，对吧？眼睛出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颧骨这一块、鼻子这一块找一找所以望不错认真听课，好，颧骨亮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去找一找鼻子再找一找鼻子，这个鼻子的话呢，要注意到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结构结构，注意宽窄鼻梁的一个宽度，找一找。鼻翼的这个宽度找一找，长度呢不是特别长这个鼻子不会很长但是注意鼻头，这个感觉要出得来。看一下鼻头我们有些话说这个鼻头这个体积起不来，为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鼻梁、鼻头、鼻翼的这些结构的了解呢？还稍微弱了一点点
啊，当你这个能够画清楚这些关系的时候，啊，你的这个画面效果会好上一大截的啊，啊，最后你被自己感动了是吧？啊，注意一下鼻翼的宽度啊，鼻翼，哎，不用画得太宽，哎，好，擦干净啊，把你等一下要画的地方稍微擦得干净一点点啊。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调子给画出来。那么从明暗交界线开始，看到吗？那鼻梁骨头明暗交界线，再到哪儿呢？再到鼻头，注意穿插，哎，注意明暗交界线啊，专业的那个水粉纸啊，专业水粉纸呢？不是特别，你用的还不是太习惯，那可能是其实它呢挂粉呢还是很好挂的啊，当然它的空隙会大一点啊，所以你要注意到揉的时候呢，它没有像我们那个灰卡那么细腻画起来啊，对对，它要挂粉啊，我知道你说是色粉再一个呢，这个那种纸的话呢，需要那个粉笔的这个，对于粉笔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就要求这个粉笔稍微要软一点点容易挂怎么揉还是一样的但是它那个揉的会少一些它基本上是以粉末的这个层次体现出来的，基本上呢就是用这个你画的时候这个粉末。就是色粉的那个层次叠起来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并没有那个像我们揉的那么的多因为它的有空隙嘛，有空隙比较大一点它那个有点像那个原先那种水粉纸Hello，做死的手揉你把我们的这句话的方言都学过去了呀，好，看一下那轻轻的一点一点点的来一点一点点的来，没声音呢？有没有声音？我感觉应该是有声音的，不然我们好像都已经都会说出来了好，注意揉一下这个明暗交界线这个揉的是干嘛的呢？让这个明暗交界线呢？厚实一点像刚才我有同学说这个棉，说这有的术语听不懂的，对吧？高光明暗交界这东西听不懂的，那你就加一加我们的这些课上的这些老师加上这课上的老师，然后呢，或者加上我们的客服老师，有的基本问题咱们的老师会告诉你的，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或者是呢，你也爱学习的话咱们这个课堂上一些这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会帮助你去解答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同学们不要害怕就不要这个觉得好像加上了老师怕老师不会搭理你这个不会除了我，如果你加了我的话，有时候我没有在上课不，我在上课，上其他的课的时候我没有空其他老师只要有空的话，这个都会帮你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的有时候看到一些问题呢，这个调一调我们有时候听不懂，这个是没有关系，谁都是从不懂到慢慢变得更懂的，对不对？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现在不会又不敢问，对不对？这个都没有关系你找我们的默默老师也行我最旺，我什么时候说没有搭理你？是你不搭理我，然后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不搭理你，是不是？我还能不搭理你？你不搭理你，你早就造反了。我跟你说，我还怕呢。
好，把鼻孔，哎，现在就可以把鼻孔绕出来啊。我打花脸啊，没关系，把画花的呢，比如说你这里亮的地方，把它怎么样呢？先擦一擦。哎，边画边保持越来越干净啊。刚开始肯定会有点点乱啊，刚开始的话呢，稍微有点点脏，有点点花，有点点乱，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边画边怎么样？边画就要边去调整，啊，边画就要边调整你的这个画面清晰程度，不要越画越脏。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效果会越来越清楚啊。我们现在这个经历这个阶段呢，也就是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五官画得干净一点点。啊，把五官画在这个细致一点点啊，好，认真，我越画越脏啊，这个不行啊，这只猫啊，这只猫你现在才来呀？哎，这只猫你是不是问最旺要过图片呢？好，鼻孔的形状啊，虚一点点的画出来。啊，这不用画得很清楚啊，回头我们再去处理掉啊。没有没有，越画越脏怎么办？越画越脏，我刚刚讲了一个重点，你就把亮面呢都分出来，然后把亮面用橡皮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保持暗面比较统一和均匀的一种感觉啊。哎，暗面保持一个比较统一、比较均匀的一种感觉，看到吗？好，我现在就把眉眼角线啊，它这个鼻头啊比较肉啊，就是比较的这个有体积感啊，所以咱们在画的这个肉感啊，慢慢要体现出来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卡呀卡，同学看一下网有没有问题啊？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同学们的网啊，就像这个 WiFi 被人蹭的一样的啊，或者你蹭的别人 WiFi 一样的啊。现在这年头没有 WiFi，活不下去呀，是不是？好，注意这个投影，看到吗？鼻翼的这个形状，用纸巾揉擦揉擦啊，或者是擦笔啊。这只猫啊，这只猫上次不是说要找醉翁要图片吗？啊，原来没有要啊。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互相交流了一下。好，把这个投影稍微虚一点点啊，不要那么实啊，不要那么实。注意啊，哎，明暗交线用纸巾把它揉擦的厚实一点点。啊，这个里面的鼻孔虚过去啊，虚过去一点啊，不用太考虑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的内容呢要少啊。头像开课啊，开课的话找默默老师咨询一下就 OK 了嘛。找默默老师咨询，问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课啊。我就到时候等通知啊，等默默告诉我喊我，告诉我说我要上课了，我就来上课了。我都要听默默的跟你们说啊，我跟你们说，我都要听默默的，你们还不赶紧抓住时机把默默加上？哎，是多少钱啊？找默默老师咨询啊，找默默老师咨询，哎。好，嘴唇啊，谁说没有人理他？真的，理的时候又不会告诉你，啊，河粉都有。好，注意这个鼻头，看到没有？鼻头现在慢慢的怎么样？挺起来啊，
挺起来一点点。好，注意一下啊，你要续期呀、我不知道有的 VIP 同学好像是有的，原先不是有很多那个优惠的，还是有什么来着？我忘记了。您不有很多那个，报名学习是优惠的吗？或者是这个课有什么优惠来着？我不太记得了啊，好久没去上这种公开课了啊，有的东西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和谐。那你会不会被吃掉？就我跟你说啊，推荐一款好的炭笔啊，这个你要我们用的这个一般的，注意啊，你如果是画素描的话呢，这个玛丽的也差不多也可以啊，玛丽的这个黑杆的，就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种画素描炭笔可以用这个啊，如果要画速写的话呢，就用另外那个。那个牌品比别的品牌的啊，这个可以更黑更软一点，啊，这个用来画素描比较合适啊，因为这个，不会那么死黑死黑的啊，它有点层次，画完之后啊，揉擦的时候啊，对，玛丽的就行啊，这个笔的话不用追求那么高端啊，把精力呢放在这个画面里面来啊。有时候你追求的过于高精尖的这个工具的话呢，好吗？不是太好啊。当你的这个水平还没达到的时候就老想着工具怎么去用得更好，这个品牌呀什么的啊，暂时不用你先怎么样呢？先怎么样？先就是用一般的、普通的就可以了。对。玛丽的呢，就是用来画那个素描啊，它就是需要它色一点点啊，听明白了吗？因为你太容易画黑、太润了的话呢，它这个有时候你控制不住啊。你比如说我们画这种细节灰面调的时候，对吧？你太软、太黑了，这个一下就画过头了。所以咱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就会用玛丽的就够了啊，玛丽这个，当然画到头发暗的呢，可以用更黑更软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现阶段啊，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脸部的时候，就用这个基本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了先不用太讲究啊，工具品牌呀，谢谢，用炭条啊。炭条可以啊，炭条只不过也是我们打型阶段大关系这一步用的多一点，后面塑造呢就用不上了啊。对，用的就是素描纸啊，用的就是素描纸啊，我用的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啊，很普通的，这个不会有什么高科技的啊，也不会有什么高这个。高端品牌的咱们这个没有那么高端啊。因为有时候这好纸太好了，束手束脚的感觉有一点我都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比如说我拿一个纸我比如说我们平常用到的这个纸不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用到那个康颂纸就那种。细腻的那个就更细的我用那个纸，我就会有一点束手束脚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用不开虽然那个纸确实用得很舒服但是就用得不够爽快当然纸是好纸这都挺好的很好画排线排上去，这个调子很微妙那很爽但是呢，就有一点不太敢画的这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跟我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有时候会有好，来看鼻子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对对啊，用专业技能不用啊，就拿碳条画呀，就拿碳条画也挺好的，这个我也可以啊，只是呢画的没有这么细致啊，我画细致一点的话呢，就需要用到这个笔上面去啊，对啊，起稿的时候用什么型号啊？起稿的时候就用软性的，8B 的、6B 的，都可以。炭笔的话就用软炭笔起稿，你要更软的话就拿炭条起稿，这都 OK，都没有关系水彩纸啊，水彩纸有贵的啦，水彩纸有很贵的啊，所以我建议我们同学们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工具材料普通的够用就好，千万不要追求过早的去追求品牌呀、高端的这个东西对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帮助有时候呢还觉得这个不敢动手好，默默上课了，好的啊。越画越硬，对，越画到后面越硬一点点包括我现在就用到硬的铅笔来画这种亮的面的，看到吗？那你看这种这边的这个调颜色就很浅了，这就是用亮的这个我就已经改了，包括有的地方呢用这个纸巾揉擦揉擦，细节揉擦揉擦这个效果就怎么样呢？来得更加的清楚一点。炭条当然也可以画人的炭条就画不细致或者呢，我要画的很大这一张画要画的很大，这张画很小，看到吗？只有我的手掌这么大，所以呢，炭条呢就会显得有点粗糙如果我画到一张全开或对开的话，这个我就可以直接用炭条去画。但是炭条也不好点呢，就是怎么样呢？炭条我画完以后呢，保存的话稍微差了一点保存起来呢不是特别的方便就我们的这个画面效果上面，这容易抹掉所以一般情况呢，我们也不会直接拿一个炭条画完接着就保存了一般呢还是会怎么样呢？把这个炭条画完以后还是拿炭笔去压一层，这样呢，方便我们去保存一些谁说的？你们也要保存，我跟你们说你们也要保存自己的画，为什么呢？因为你保存了，你就会知道自己这个水平，自己进步还是没有进步，这个从自己的画要看出来嘛，也是自己和自己去。有一个比较跟别人有比较呢，有时候别人这个作画的这个程度学习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你没有法子去比较。但是跟自己去比较呢，这个就很好你看我原先画画那些画，我还基本上都留着刚初学的时候都留着看到没有？有没有只用炭条的？有啊，有啊，但是少因为它呢不是很好保存。我不刚讲的吗？一般情况下面呢，画完炭条呢以后呢，用炭笔去压一下，这样呢容易保存一点有时候你不好保存的一张画，效果还是挺好的。炭条的这个效果它其实很不错，我很喜欢但是。像我们这里的画画呢，我画完之后还是需要留一下的话我没办法在这儿留过来，所以我要用炭笔压，后面我就也好携带这是一个要跟同学们讲一下如果你想要如果你想要保存自己的画那你可以喷一喷定画液呀，保存好自己的这个作品。不要觉得自己初学阶段这个画很难看就不想保存。我跟同学们讲一讲，你的画不管是任何时候、任何水平的，你都可以保留着
啊，当然呢，你不用都保留啊，偶尔有一个阶段啊，你留那么几张，是不是？下一次再看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阶段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啊，就像我跟那些高考生一样的，他每天都画，每天画，有的学生呢，画完就跟垃圾一样的把它给扔了。啊，所以呢，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你把画给留着，不要扔了，扔了回头呢又不知道这个。画变成什么样的啊？自己画的画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所以呢，这个要啊留着啊。铅笔可以压吗？铅笔不能压啊，铅笔压不下去啊，因为它融不进来。铅笔呢就会有点反光的啊，所以呢，一般是用炭笔啊加炭条，因为它是同样的性能的东西啊，就大性能是接近的啊，是差不多能衔接上。好，把这个侧面转折稍微蹭一下。好，同学们现在也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到我现在把五官一画出来，这个效果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看到吗？留着，对吧？你留着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了解，自己知道这个画呀是不是进展了。啊，有时候你眼光越来越高，你又觉得有的时候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啊，有这种什么现象呢？有的时候刚开始学画的时候，眼光是没有的，说实话啊。然后呢，只要能画出一两根线条出来呢，他觉得自己画的可好了。然后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他发现，诶，怎么感觉自己的画越画越糟糕了啊？是不是你老师没有教好我？是不是？其实没有，你实际上是自己在进步了，只是呢。你的这个眼界给提高了，你看东西的眼光不同了。因为之前呢，你画一两根线啊，你就觉得画自己画的就挺好的。到后面你画出了更复杂的东西，你也觉得自己画的不怎么好，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一定要留着，留了你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有进展。这种我见得也很多啊，像我们有的这种小孩啊，就是高考的这个学生啊，有的是从小就开始学习，初中啊、小学啊，这个就开始学习的都有啊。然后呢，他学了一段时间，他跟不上了，他就找原因，找什么原因呢？找别人的原因，找老师的原因，找你这个没教好我啊，我觉得我以前画的可好了，是吧？哎，然后呢？你现在教的我这个越画越糟糕了，没有别的同学进步快了，然后你的老师还得安慰他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是什么？有的时候并不是你退步了，而是你的眼光提高了，对不对啊？我们眼光一提高了之后啊，你看原先你这些画，你就知道这个画面问题出在哪儿了。原先怎么一些问题你也不知道哈，现在慢慢就会知道了。对的啊，眼界比手要提高得快，但是，哎，老师告诉你哪些东西是要提高的，没有老师跟你去讲解说，你也很难把这个眼界提高。虽然这有时候说起来不是那么好听所以呢，我们同学们要怎么样呢？要跟着老师来学习你要跟着老师来学习，这个眼界才会有提高。不然你的眼界也提不高啊，对吧？老杨福登也来了啊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带了这么久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些什么毛病啊？你其实很清楚，他等一下觉得你这个没教好他，实际上呢确实教好了，教的他还有进展的，他比以前画的更好了，但是他看到别的同学进展更大，他就不平衡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有时候你的问题会出在哪儿啊？这个不会明明白白的写在这儿，这个要老师课堂上面告诉你，怎么去看一张画，怎么去观察一个画啊，这个效果它是不同的啊。好，我们把嘴角呢画一下就快了啊。
头发呢，我们不需要都画完啊。头发我会虚一点的去处理啊，我是把一个大体块画完就完事儿啊。好，注意嘴唇的这个投影，有虚实，有一点虚实感啊。所以呢，我在这跟同学们讲的也是什么呢？有时候也是一些经验，对吧？也是一些经验之谈。你呢？能听进去一点呢，对于你的这个学习呢，那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我们有同学其实，这个绘画的这种感觉感受都还挺好的啊，但为什么画了很久了以后，总感觉自己进展不大了呢？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这个瓶颈呢，你要度过啊，要把它打破，就有很好的一个提升，这个瓶颈没有打破呢，它就会一直在这卡住你，啊，就像打游戏升级一样的啊，这个升不了这个级呢，这个技能点呢就点不起来啊。我原先有玩过一段时间那个网络游戏，哎呀，升级真升得很烦的啊，尤其是要升级，这样升级的时候，这一觉得过得好难，是不是？过得特慢。经验值呢，半天提不起来，所以我们同学们也是怎么样呢？你得要有人帮助你，对吧？连我们打游戏升级的时候，升到这个关键点的时候，给你一瓶药吃了，立马经验长好大一截。我大学的时候玩游戏，玩过一段时间，后面没玩，太费时间了啊。玩过啊，这个没男孩子没有玩过的啊，那玩意真费时间啊，天天老想着怎么升级打怪，其实呢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那会儿刚好也，想不流行啊，也流行嘛这个，我们那会儿。也玩一玩，后面发现这个游戏玩起来费时间啊，所以就不玩了。也没有时间玩了，后面一个忙起来以后啊，也没时间，感觉后面就基本就忘了，就断了啊。好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啊，速写啊，我那个手机还可以，好吧也啊。你们现在玩的游戏不都是那游戏里面慢慢的总结经验出来的？你还以为有什么？啊，速写用几号笔啊？速写呢就用软性炭笔啊，软性的炭笔啊，包括但是比我现在用的这个更软一点可以啊，我这个软的炭笔埋着也可以画啊，不是不可以也可以啊，能不能烫条？能，当然能啊，速写是最不讲究工具的啦。明白没有？速写就是啥工具都可以用啊，炭笔啊、炭条啊、铅笔啊，只要你敢画，都可以往里面堆啊，什么都可以，钢笔啊、圆珠笔啊、水性笔啊，只要你敢画，这都可以往里面堆呀。它并不需要这个很硬性的一个什么工具的一个要求啊，没有。甚至用炭条吧，不对啊，这什么？你不刚刚才上完吗？我讲的这个工具材料这节课不还讲了的吗？工具和材料，不记得了。我突然也想起来了，我跟你说啊，我又是谁给我问准的啊？特意还把那个工具，那天我还从默默那儿借了钢笔、水性笔、圆珠笔，各种笔都拿过来给你们搓了两下的那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啊，你不知道？哇哦，这可不行啊！赶紧回去跪好，
跪搓衣板。啊，什么工具都可以画速写，唯一就是我们没有工具要求的啊。这些呢，有的工具还有一定的要求啊，你比如说这个铅笔啊、炭笔啊，技法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啊。画速写随便啊，随便啊，图灵蒜苗炒肉啊，好，你来炒。好，我们有同学，如果是下一期我来上这个头像带一期啊，你看我都带了3期头像了是吧？好，这是3期的头像啊，这是第3期了啊，所有同学如果想要学习头像的话呢，可以找默默老师啊，可以找默默老师了解了解啊。头像的内容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讲一下啊。头像呢，就比如说 Lily 同学啊，就这个程度的同学啊，我可以呢画画这样的东西啊，画一画风格强一点的啊。那么呢，基础线同学呢，我们就讲的基础一点啊，这个层次不一样啊。当然你画了你可以给我看啊，画了比如 Lily 你画可以给我看一看，这个是可以。一期都没有听到你也想风格强点，都想嘛，但是呢，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能着急啊。这个过程呢，就是基础过程都要走好啊，因为回头这些东西我们就要用上来呀，结构知识都得往里面用啊。如果是有基础了啊，基础到一定程度了，那我们就讲的就不一样一点，这个可以啊，但是这个就需要我们同学们首先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啊，要能够画出这个基本的内容出来啊。看一下啊，把五官基本上快完了啊，基本上快完成了。细节再画一画，差也差不多啊。注意嘴唇上面有高光，那你看我们就硬的笔来画这种细微的调子啊，现在就细微的调子啊。莫老师那一期上完了吧？应该。应该上完了吧？唐老师那个，那都好久了的视频呢，也是好，我们把嘴唇看到没有？嘴唇有点红红颜色的啊，还有3节是吧？还有3节，那就上完这3节嘛，对吧？要上完这3节啊，下一期就我来上一上啊。唐老师现在不在啊，回家带女儿去了。回家带他的宝贝女儿去了。把我女儿要学习啊，要开学了啊！这原先那会儿开学呀，又比较忙，又要接送上下学啊，读1年级刚进学吧，好像是刚进学校啊，所以得要盯得紧一点点啊，赶快去绝交，谁的作业啊？最旺的作业吗？对吧？你居然敢威胁默默？你活腻啦？好，晚上好，晚上好啊。好，把嘴唇的高光慢慢的画好。这个地方要细致一点啊，看到没有？嘴唇这个得要细致一点点啊，不能够画得太。
粗糙，哎，细致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好，高光的点不是太亮的话呢，我就再提一提啊，再提一提高光。啊，嘴唇、嘴角慢慢的画过来，嘴唇、嘴角啊，这玩意儿有点点难画啊。啊，这个有录播啊，这个是有录播的啊。啊，这个我们一般的每一个课都会录啊，都会有录制啊。啊，录播这个还是会有的。啊，这个是那个丽丽的嘛？啊，丽丽的那个作业啊，画的挺棒的啊。哎，这就是基础达到这个层次了啊，基础达到这个层次就挺好啊。好。啊！突然想起我这个嘴唇还没画完，居然我都给漏掉了啊！录播看哪里啊？录播我也不知道看哪里。哎，你找一下默默老师问一下，好吧？哎，你找一下默默老师问一下啊！啊，因为有的这个课后啊，这个一些事情的话啊，咱们一般的都是交给我们的默默老师啊。哎，我呢就只管着这个课和这个同学们的画啊，所以你们要找或者是要录播呀，或者是要看原先的这些画之类的啊，你不了解的你就找默默老师啊，因为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管了啊，其他的你们的这些问题，这个画，有些关于课程呐、啊，关于录播呀这些东西，找默默老师就行了啊。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找我也没有用啊。明白了吗？加默默老师啊，比我有用多了啊。我也要听默默老师的啊。啊，默默老师让我上课，我就上课啊。好，我们现在把五官给处理完成。那么接下来呢，把右边脸型这一块处理一下啊。这就要慢一点点啊，注意不要直接都勾过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直接画关键的几个部分就可以了。哎，脸上擦干净啊，看到没有？哎，脸上不要显得这个脏不拉几的啊。对吧？哎，我觉得 Lily 的这个基础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像这样的呢，啊，这个进展就会大一点点啊。哎呀，喝口水，等我一下啊。作业同学呢，正好啊，趁这时间，我们同学如果要学习啊，要了解的话，加默默老师聊一聊啊。哎，加上默默老师，看一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老师帮你去解决，看看呢是不是哪些地方，或者是呢有些地方需要更多的一个了解啊，尤其是关于我们的课程啊，或者要看老师的话呀、录播什么的，对吧？你找默默老师咨询，好吧？几号开课啊？问默默啊，问默默，默默老师。好，转折，下巴的灰度过来啊！对对对啊，都找默默老师啊！我不说了吗？哎，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都要听默默老师的。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投影啊，头发的形状跟脸的这个关系，
哎，这还得再近一点点啊，发现了。哦，再近一点点。哎，看到转折，哎，这些点把它卡一下啊，卡一下之后呢，然后呢，揉擦揉擦，额头那块不着急啊，哎。额头那一块不着急，对啊，我只管我们同学们的画，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课这个课程上的知识其他的呢找默默老师，好不好？哎，几号，对吧？我想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有福利啊，或者是要干嘛呀？这个默默老师找到他就行了。好，注意颧骨啊，注意颧骨，颧骨，什么叫颧骨？哎，这就是人物头像里面的内容了。哎，颧骨要强调一下，轮廓型呢，当然要有。但是又有轻有重啊，有轻有重。哎，看一下脸呢是胖还是瘦啊？瘦一点点，那就颧骨呢凹下去一点点。好，看一下口轮匝肌的这个位置。哎，饱满一点点啊，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点。哎，权力的骨头啊，对，权力的骨头，权力的游戏，权力的游戏，这个都要快完，都要快完结了啊。下巴看一下长度，没有那么长啊，没有那么长，所以方一点点，方一点点，等一下，我们就把这里边再带入进来里面带入进来，第八季了，对呀，哎，我也看的啊，我也看啊，等得太辛苦了啊，一季才几集，一年等一季，是吧？等得太辛苦了啊！不过呢，好看没办法，不知道怎么考核啊。不用怕，哎，任何的这个话你都不要怕啊，就按照老师平常跟你说的教的那些内容来画就行了，明白吧？哎，千万不要有这种什么，哎，我感觉到我画不好，我怕画不好，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啊，这种心理很糟糕，就感觉到你都不敢动手了一样的啊，是不是？哎，咱们就是不能够怕啊，哎，就算是你刚刚才开始学，你也怎么样，你也可以很大胆的去把它画出来，好，把脸型收干净一点点啊，这个收干净了。收干净以后呢，这里会有一些小灰面，我们带一带。权力的骨头原来是这么得来的呀，这个意思，这个我还没听说过呀。好，注意一下结构有的调子呢，我们是用纸巾擦出来的啊。或者是手擦出来的、蹭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对于结构要很理解啊。对于结构没有理解的话呢，画起来就会有一点点画到这个表面上去。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蹭的这个东西啊，画起来还有一点小难度的啊。哎，这就是蹭结构啊，蹭到这个点上啊。哦，想画全的游戏啊？哎，你喜欢全的游戏哪一个人物啊？嗯，说一说看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猫，你说你喜欢看哪一个人物啊？里面的人物这么多。不要随便找个敷衍我啊！三条龙，啊，三条龙没死啊，有一条变成那个夜王的龙了吧？才是夜王的龙了吧？他只是，哎，算是死了，但又没死啊，这说不好啊。我感觉这个就很拗口了啊。你说他死了，他好像又没死，对吧？你说没死，好像他又死了。好，额头也跟上来，额头也跟上，头发我就会不会画那么多东西了啊。头发我们就弱一点来处理啊，等会儿你们可以看一看头发的这个处理是怎么样的。哎，不错，这个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啊，这确实是个人物，不错吧？我也挺喜欢，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演的也挺好，是吧？啊，长得也挺有个性的啊。对，好，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头发画一画啊。头发呢，看一下啊，有的时候呢，有的同学觉得头发可能要画的一根一根的啊。头发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啊，有呢就是放松的，我今天这个呢，我就放松一点，就拼图多一点点。看到啊，不是很讲究那个。那个质感啊，就是很讲究那个质感啊，稍微带一点点这个飘起来的这种感觉的头发，看到吗？看到没有？来，把它放倒啊，烫条放倒，然后呢，把这个暗面把它压上来，来，暗面把它压上来，这就要耐心，注意这个顺序啊。当然，这个画的时候呢，还得注意到一点什么呢？炭条它是不能够长时间啊，或是呢不能够保存那么久的，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呢，这个就如果你完成了啊，你就把这个胶啊，这个胶就喷一下，哎，就定画液喷一下，相对来说呢，能够保存的久一点点，啊，能够保存的久一点点，啊。放松一点点啊，来，放松来画啊。关键的结构点，把它抠一抠，看到吗？哎，脸型这个感觉是不是慢慢就非常的这个清楚起来了？看到没有？脸型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清楚的啊。好，下面的话呢，这个就不用太过多的去看这个小细节啊，看什么呢？看大的这个体块感，再一个呢，学会用揉擦啊，手也可以，来，我们做一点点这个颜色啊，固有颜色，我们先做一做，注意大的亮暗面关系出得来就行。啊，这里面就不用管了啊，这里面基本上都虚过来了，啊，基本都虚过来。好，哎，手也蹭一蹭，揉一揉，这个下面的这个头发边缘虚一点点，看到吗？那虚一点点，带一下，看到没有？哎，慢慢的啊，把这个感觉的东西带多一点点。哎，这个头发放下来的，放下来的，
哎，小的、碎的、边缘的、松动一点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头发呢，怎么样呢？这个头发就怎么样呢？要感受要更多啊，感受块儿啊。对，我们的这个默默老师讲解的很到位，块儿要多。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画哪儿来了，这就不行啊，你得要很清楚，哎，要很清楚。下面头发有一点点这个卷起来的感觉，可以稍微强化一下，来，看到没有？哎，蹭一蹭啊，好，然后呢，有地方啊，提一提。啊，提一提什么呢？亮的这种感觉，这就不要多啊，这就不要多，这就随自己的意思弄一下啊，有面的，有线条的这种感觉，看到吗？注意方向啊，注意一下方向啊，方向性的东西啊，带一下，看到没有？哎，这里面慢慢就有内容了呀，看到没有？这里面慢慢就有内容啊，有地方稍微卡一卡啊，有的上面这个笔呢。也把它卡一卡，你看这有的地方，有的地方这个要卡一卡，这个就是卡一卡什么呢？转折笔呀、炭条啊，这都需要用上来啊。好，这个里面我们脸型这种东西，我们包括脖子型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管了，就不需要了，哎，就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啊，这个点提的亮一点点，是不是？看到没有？这个点就提的亮一点啊，因为这是一个炭条化的，所以提亮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容易一点点啊。这个就弄一弄就行了啊，弄一弄就行了，来，好，注意一下层次，看到没有？我虽然画了那么多的这个调，但是里面还是有层次的。它不是没有一个层次关系的啊，它还是得有层次的啊。好，上面的话呢，我们就注意啊，上面呢我就平涂了啊，我就不去画那种小细节啊，少画一点，或者说是少画一点细节，就平涂。这要看炭条好不好用了啊，炭条好像不太好用啊。线条不够给力啊！再注意这个地方额头的这个穿插，找一找。哎，看到吗？这里就有一个穿插关系，要找出来啊！穿插关系要整出来。穿插
整一整。好，夹子有点碍事了啊。看到没有？现在右边这个头发的感觉是不是就已经有了？一揉它会变得当然呐、啊，不然怎么叫烫条呢？怎么会说要大家用胶喷胶来保存呢？因为它一抹它就掉了。好。哎，我们把这个脸上和这个侧面头发找一找。我开始讲的这个背景啊，背景呢，我们是一起来处理的啊，一起来处理一下啊。好，对，默默老师画的也挺好的，你不知道？头型方一点点啊，看到吗？头型方一点点来画。来，是不是慢慢的已经有这种感觉了？看到吗？哎，咱们慢慢的有这种头型，看好头的这个宽度啊，有这个宽度不是那么容易做啊。所以虚一点点啊，这边虚过来一点点，好，跟着把脸整过来，哎，把这个点卡住啊，这个点把它卡住，然后这里边啊，我先把它平涂啊，头发我先把它平涂完，注意啊，这里等下还要画啊，还要画的，不着急啊，不着急。手不黑是画不好的，对的啊，素描嘛，对不对？大着胆子去画啊。啊，我先把它都涂掉啊，先把它都涂了。好，哎，这一块就现在就怎么样呢？弱一点啊，当然这个里边还要处理啊，还要处理，所以你不要太着急了啊。啊，像这一块儿，那肯定是要处理结构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把基础打牢啊？基础打牢了以后。你酷炫一点是吧？哎，画起来酷炫一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啊，注意一下，明暗交接线。来，到嘴角上面去。啊，到嘴角上面去。啊，形还不太对啊，那个认真真实啊，形还不是特别协调啊。所以是协调啊，我们不是要画得很精确的形，但是要协调。行，五官画得有点跑了啊。这个我先蹭一蹭啊，为什么呢？因为要让脸和头发呢，调子不至于显得那么的呆啊。这个地方就先把它给处理一下啊。就把它做暗部颜色，先把它擦一下，哎，看到吗？做暗部的颜色，先来处理，先来揉擦。好，接下来呢，才是一个要着重去擦揉啊，包括这个画面效果要做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怎么弄呢？我们还是要有烫条，还要有什么呢？还有笔啊，笔这个又是一个重点呢。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笔来抠一抠细节啊，抠一抠小的形。有的时候这形会越画越弱啊，我们画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看得到啊。画的什么？明暗交接线这些地方啊，哎，用什么揉擦的呀？纸啊，餐巾纸，哎，餐巾纸，还有你的手指头都可以。啊，如果手指头呢擦起来会有点痛啊，擦太厉害的话啊，会用纸巾啊，餐巾纸啊，来揉擦揉擦啊。好，左边这一块呢，我们把这个侧脸啊。侧脸的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画一画啊，这就要耐心一点点，耐心慢一点点啊，这个点可不是很容易画的东西啊，尤其是颧骨的位置，和头发呢，把它给区分开就行，不用太区分开了啊，不是区分开。不用你太区分开了，所以要厚实一点点啊，厚实一点就是画的这个体积呢会强烈一些。好，这里面都黑过去，不用管了啊。好，哎，这里的。明暗交接线，明暗交接线，把它整出来。嘴角那个地方我画黑了一点点啊，当然左边近一些些嘛，这个不是太难看出来呀，所以颧骨和这一块儿啊。对，相对来说硬一点啊。我有两支笔啊，我手上也拿了两支笔啊。这个脸上呢，我们可以多揉擦啊，因为这个调子呢比较微妙一点啊。你不用太过于的去讲究形是不是画得很清楚啊。这颜色再黑一点点啊。好，脸型呢？这一会儿你可以画一画啊。注意脖子的形状，在这里边体现一下就行了。体现一点点就行了。注意不要抠死了啊！不要抠得很死，就是也没有办法抠得很死。揉擦啊，揉擦啊，因为这个里面的话呢，有一些技法的这个运用和颜色面哎，再蹭过来了，对吧？但是没有均匀好，我们就用橡皮泥打一打，整一整啊。然后呢，用笔，这个就稍微硬一点的笔，削尖一点点。把过渡的灰颜色面给画一画，看到没有？过渡的灰颜色面，轻轻的画啊。那这一块我们要耐心、要细心的来画，
画过头呢不好看，画不够到位呢也不好看，看到吗？啊，所以呢就要耐心。那我在这讲，我们同学如果是你呢，基础不到的话呢，那肯定是画不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我们就怎么样把基础的东西呢去掌握好，在这个程度里面。哎，基础就是这一点一点把它控制好的，然后呢就会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内容里面来，塑造的更加的深入一点的内容。啊，也是我们有部分同学想要学习的内容啊。好，这调子再收一收今天默默是不一样的呀。快了呀，快了，快了啊！哎，时间也好像也差不多啊。我一般是看着时间来啊，时间差不多呢，我也差不多了啊。现在这个效果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已经很清楚了啊？你要做的呢，其实没有太多东西了啊。好，这个头发边缘看到没有？稍微蹭一蹭，整一整，这个地方什么呢？是一个碎的一个，就也是亮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头发。边缘的亮面头发的边缘稍微有一点点小亮面的这种感觉。你呢，适当的画一画就可以了。好，这里的头发，前面这一组。前面这一组要稍微亮一点点稍微亮一点点。哎，看一下，提的时候干脆一点点好，然后呢，我还会要把这个后面再加深一点点脸的这个处理呢就不用管它了。哎，脸的这个处理基本上就停下来了把头发画一画，头发这个就平涂也差不多把这个我拉长了一点收短一点点，收短一点，总之，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多关注形体积，表面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叫什么呢？叫效果效果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人自己的一种感受的东西来了自己的一种感受要出来。好，所以穿插铅笔这种东西也可以也可以，只是呢，在这个里面显得。会显示不出来这个效果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颜色淡了因为前面我不会画得很深的所以前面颜色会很淡很淡呢，你前面看的时候就看得有点没有耐心所以一般的呢，我们就直接的用炭条就大调子会快很一点相对来说大调子会快一些这个确实也会什么是速写通俗的理解就是画得快的，就是速写
通俗一点的理解啊，对于我们有的同学讲，你这理解不了，你就把它当成说时间很快了，你会把它当成是速写的一个理解啊，也就是快速的表达对象啊，快速的去表达对象，表达你的这个情绪的，都可以称之为速写啊，明白了吗？啊，但是呢，在国外啊，就是这个西方的话啊。对于速写的这个定义其实并没有啊，因为国外没有单独的速写分类出来，只有中国才有单独的速写的分类啊。其他的国外都把速写呢放在素描里边，就把它放在素描里面一起来理解啊，它就是素描，只是时间更短一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短期的一个素描就行听明白了吗？是因为咱们国内需要考试啊，需要各种考试，需要它去分类。好，把一些转折稍微撑一下。这就蹭一蹭，整一整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解啊，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如果你对于这个概念性的东西啊，你有什么不太熟练或是不太了解的，你也可以呢，找老师聊一聊，了解了解，对吧？这样慢慢的这个自己这个知识储备也会慢慢的多一些的，对吧？不然呢？像你这个整理过来以后，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个知识理解的是很片面的，或者是很少的啊。学透视什么书好啊？学透视有专门的这个建筑类的透视这个大学用的教材都可以啊。我们那会儿就直接是学校里面出的这种教材啊。够用的建筑类的建筑类的这种透视的一个理解基本的就咱们学校里面那种就可以了。人物的这个透视这个没有人物没有透视，人物只有结构人物只有结构的一个讲解没有透视的讲解。透视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透视关系放在一起，把它理解了就行你就自然的就能理解到人物头像这个透视里面去了，明白了吗？好，把这个地方收一下。看到没有？稍微收一收注意一下脸型。要感觉到有，又不显得很别扭那看到没有？这个头发的块的这个感觉，现在就怎么样来了，对吧？你开始看的时候，这个头发的块可能就。没有很多当然这个就比那种铅笔呢确实要快一点就这种大面的这个处理，确实要快很多，注意一下，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俏皮一点，看到没有？它显得灵活一下灵活一点点好。把头发的这个暗面把它整一整，这个里面透视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头歪一下嘛，这有啥透视这不是你要了解的重点。
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人物的体块结构关系是不是能搞清楚啊？这个是结构要搞清楚，不是透视要搞清楚。这没什么透视很讲的，这个。好，我们先呢把头发的块儿啊，亮暗块的这个感觉画出来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理解要有啊，理解要有。啊，咱们前面呢已经基本上把这些关系都画到了。注意脖子啊，虚过来，但是又要慢慢形成一个关系啊。透视出书，透视它别的啦，建筑类的呀，这种透视关系你要有啊。再一个，近宽远窄呀，这些基本的透视，你这还有什么去分析的？这是看的，要看出来了。学了这个几何题，这种透视就已经搞清楚了呀。这个重点已经不在透视上面了呀，同学们呐，重点是人的结构关系呀。你看我强调了好多次讲这个动道理，这你不了解透视，我也能画得出来呀。你不了解这个透视，你也能画出这个人物的这个形出来呀，明白吗？哎，是结构啊。我估摸着还是没有太了解啊，太了解结构关系。好，注意肩膀的这个形状，注意肩膀的形状要出来啊。好，这个地方的投影画一下，投影啊，对，我也讲，木马讲得很清楚啊。这种不了解，去搞几何题就可以了，几何题会把你这个疑问解决掉的，而且解决的还挺好的，好，注意肩膀的这个厚度啊，注意肩膀的厚度，好，这个前面头发稍微带的松软一点，松软一点啊，就软软绵绵的，这种呢就随便找一找形就可以了，这个就不需要你画得很硬啊。也不需要你画得很细致啊，明白我意思吗？这就弱化背景，我们已经画了背景了。好，注意一下虚实，注意一下虚实。后面的头发呢也松软一点的，画几根啊，画几根，前面头发投影。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差不多完成了啊。对，默默老师已经讲清楚我们需要学习哪几个阶段啊。如果你最基本的一些形体透视呢没有理解清楚的话呢，你需要怎么样呢？你需要先去了解一下形体的一些规律啊，透视关系的一个理解啊。咱们这个呢，它有，当然有，但是呢，不是你要了解的重点的，这个大概知道就行了，大概知道就行了，还不需要你去花很多心思来整理得很清楚啊，因为你想得多呢，你就没有把这个重点给找到啊，就像我们做一个事情一样的，你要把重点的知识要整到，这个重点知识是什么？是人物。结构关系要出得来，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同学好好去了解的啊。就刚才我们有同学说了啊，画到这个现在了，越画越迷糊了，
那要怎么样？要从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形体里面，再又重新去找一找内容啊。而且呢，我在这里建议我们的同学们呢，画画的时候啊，还是要不要好高骛远？哎，有同学这个看到老师画起来好像很爽啊，拿这种东西画啊，炭条之类的这种工具用起来很爽啊。其实呢，有的是你还用不到啊。你呢，则先了解了解，看一看我们哪些工具是可以用来作画的。啊，有的东西呢，不是现在大家就要去掌握、去用的啊，是在去了解。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画画有的时候，它有更多的一种表达的一种形式存在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我们同学们呢一开始啊跑偏，这个方向不要跑偏。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画面稍微收干净一下啊，有的这个指头印呢，把它去掉，哎，有的呢又可以保留一下，是吧？没说你呢，没说了你这个，好。差不多啊，差不多后面再虚一点点。后面再虚过去一点点。看到没有？哎，头发要透气，要有虚实，哎，这是要掌握的啊。后面边缘我也把它给做弱了一点点啊，边缘就不要那么强了。啊，边缘，哎呦妈呀，掉了算了。然后呢，这个边缘，哎，我那个炭条呢？啊，炭条，把这边缘头发稍微也再处理处理呢。这边缘呢就不用勾得很厉害啊，像这种边缘呢，稍微注意一点这个轻啊重的这种感觉啊，像右边一样的，有点轻重的这种感觉就行了，看到没有？有点轻重的这种感觉啊，画的这个稍微放松一点，放松一点点，看到没有？哎，好玩一些，是吧？啊，这个画面效果呢，其实也更强一些，啊，有一些变化，效果会更强一点点，没有变化呢，效果它会减弱。实际上，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要只知道一味的去涂啊，一味的去干嘛干嘛，涂黑什么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差不多啊，现在就差不多。哦，有的地方忘记了啊，地方我们把那个头顶那一块的形还有一点不太舒服啊，这里虚一点点啊，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啊，脸部的明暗变化，哎，这个就跟着结构走啊。你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啊，这个头发呀，还有脸的这些暗部啊，这个怎么样呢？都需要跟着脸头部的结构。你比如说头发，它的这个暗部是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然后呢，就跟着这个头部几个体块转折找清楚啊。当然这个暗部颜色里面，你首先能够知道，光影关系啊，这个能观察得到的这种关系，这个是我们需要找出来的啊，完了之后呢，再调整调整，看一下啊。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课的话呢，就讲到现在啊，就讲到现在哎。那么有同学如果是要学习的话啊，如果是要学习呢，就加上我们默默老师的这个号码啊。16219-3个0-1个9啊，
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找我们的默默老师来了解一下，对吧？包括你的学习上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默默老师啊。好嘞，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的话呢，就差不多了啊，对，学人物去报名啊，好吧？啊，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同学们啊收听老师的这个讲课，好吧？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